叮咚，刘德华，哎呀，哎呀，媳妇想死你了，跟我姐夫出门真好啊，在机场里边还有免费的午餐呢。好，谢谢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和姐夫一起去苏州，和我媳妇孩子惠子啊，我们差不多已经一个月没见到了。我姐夫说来机场带我吃一顿免费的午餐，呵呵，他是那个 VIP 是不？去高铁站包括机场很多餐厅都免费哦。早知道我天天跟你出门好了，饿不着我。那不行，都啥样了？我媳妇现在已经到苏州了，然后我姐坐车就是去接，上机场也接我媳妇去了。我们晚上差不多10点钟能到，是吧？对，要看见他们了，挺激动的啊。主要是我媳妇不放心我，说我长太帅了，不要他娘俩了，都找国内来了。别吹了哈，我姐夫也2个月没回去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也想想想我姐跟孩子了，赶紧吃吧，姐夫。行，这菜挺丰盛啊，服务态度好。是，主要是姐夫有面子。那有啥呢？是吧？你对谁服务态度都挺好。儿子，上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我还自己花钱上这来吃，早知道用你卡好的，得本人使用。谢谢。还给上茶呢，哎呀，这台子太好了，这是凉的。啊，行，可以的。现在和姐夫已经吃完饭了，一会儿准备登机了，要看见我媳妇还挺激动的。吉林这边事情呢都处理差不多了啊，刚打完场，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要囤咱家这个大米。我刚开始春天的时候呢，承包种植了就是500亩啊，到花乡二号。然后今年呢有很多朋友都吃到了，告诉小胖要保证品质，别忘初心呢，所以大家也放心吧。咱家这个稻子呢现在都是自然晾晒的，有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囤货更合适啊，现在赶上双11，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稻子呢刚在地里边打完场，直接拉到加工厂真空包装，这样的话口味啊，大米的水分呐、味道啊不容易流失，更容易储存呐。所以大家趁着这个活动双11来我直播间，周3晚上6点钟跟大胖在苏州直播啊。姐夫、嗯、等咱俩到苏州了，看着我家小胖奔着你来还是奔着我来啊？那肯定奔你来呀、啊、我家小胖也老喜欢你了。是，那你是他亲爹呀。那我俩这么长时间都没见着了。等会儿回去试试。太好玩了，刚才一直视频啊，我看着我视频不极乐了。我姐带我媳妇跟孩子去吃上次没吃上的那家火锅去了。苏州姐啊，到家你想吃啥呀？我吃你家吃不了的那个剩的大闸蟹就行。那有不少活着的。我姐夫不让我做瓷，上次最多一次我吃10只，我姐夫给我拦住了，别吃了，我不是怕你吃啊，你吃这东西的话吃多了不好，因为本身寒。嗯，我都啥样了，每次一回国呀，这次限量啊，就胖个10斤8斤。嗯，一顿吃最多吃5只啊。那今天晚上就吃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好是这个季节，非常肥啊，香啊，好吃，鲜。咱们到苏州是多长时间？2个半小时。到家孩子睡着了，差不多吧，还扒上醒了，还狠。主要是我想孩子想懵了呀。父爱。龙下飞机了，看我姐夫回家了，多高兴啊！咱俩行李出来这么快呀？让咱们快点回家呀！看看瑞瑞，刚出来，正好车来接我们了。家里没有啥太多吃的啊，然后你要不要吃点饭啥的？我也不太饿，随便在家里垫吧一口就行。家里就有大闸蟹，那就垫吧一口，对付一口得了。叮咚，刘德华，哎呀，哎呀，媳妇想死你了。这刘德华怎么拉那么大？
都给我想的，哎呀，这我吃不好睡不好的，谁信呢？就想你娘俩呀。龙妈，龙妈，这个面啊！还有我姐在后边呢，你看你不看我姐吗？你俩不拥抱一下子？哎呀，是你，这假，假啥呀？老夫老妻，不是可气了，真的。你看我姐夫还控制呢，不用忍，姐夫。你这头型啥玩意儿啊？这多精神呢，立正的。你没闻这啥味儿啊？不够正常的吗？姐说了，你快到家了，赶紧把那大闸蟹给你整上。姐夫在楼下找我吃肉串呢，拉倒吧，控制控制。这控制，你要再不控制，你得啥样似的？他姐夫还说咱俩假，咱俩感情就这么深。他感觉他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网友面，那我咱俩感情都是网友见证的，从处对象，对不？完了包括结婚，是不？包括有小小胖，我儿子呢？睡觉呢？我看一眼谁？不行。看。哎呀，别整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起来了！哎，干啥呢他？哎呀，他刚才坐起来又躺下了。我跟姐夫打赌呢，说看看小小胖奔着我俩谁来。睡着了，明天早上试。我今天都给他碰完了。是吗？他在飞机上快要降落时候醒的。12点半，他到家挺到8点半，实在不行睡了。先等我回来呢。嗯呢。我姐咋瘦的？瘦这么多呢？楼下都新开个串店的啊。那是那个烤羊的，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奶的那个。对，应该比那个好。就是你们下那个串店来。对。我知道，我看大哥。那放心吧，哪天肯定就捧场去。我是等你的。那大闸蟹没好啊，姐。你整这么多，啊，姐？我吃俩就行。还有。还有呢。你吃完还有。我给你不吃点儿。不吃。咋不吃呢？你自己吃。哎呀。给你拿个勺。这太烫了。哎呦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已经怀念很久了。去年一样吗？去年一样。我姐家就趁这东西啊。去年那些都让你给造了，今年继续呗。继续。啊，去年都没吃了。没吃了。嗯，今年还有广告。嗯。他去年回去都吃伤了。有了，关键一下吃太多了。他缓一年了，又继续。不吃。本来寻思今天。让我家小小康跟大家互动一下，睡着了太晚，现在几点了？快10点了。嗯。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明天咱们拍小小康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晚安。